欢迎回来最新新闻现场，新闻继续要来看是由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所举办的2011青少年创业博览会，13号上午在嘉义市登场，现场吸引真侪少年朋友参加。嘉义市长敏惠嘛亲自到现场，在现场共有110间的厂商在现场向青少年朋友来分享因创业成功的秘诀。新闻继续，请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在幼童小朋友精彩的拍鼓表演之下，顺利来替这场博览会甲开序幕。创业博览会上午伫嘉义灯会场地闹热登场，吸引了真侪民众参加。嘉义市市长吴敏惠也特别前来出席，伊讲感谢青辅会来到嘉义市举办创业博览会，而且会使让少年朋友来参观学习，让因来到这有一个好的创意，来为嘉义市创造新的商机。今仔日阁有这么大场的博览会，创业的博览会，让年轻一代可以来做观摩，可以来做学习，互相切磋，互相成长。这是给我们南部、中南部这些少年朋友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我们希望创造最多的人潮，所有的人来到这里可以得到最好的 idea， 然后为台湾也为嘉义这地方创造一个新的商机。行政院青辅会表示，创业博览会是嘉义最后一场，也是最大的一场，并希望少年朋友可以借由这次的博览会来开创他们自己的事业。今天我们的创业博览会可以说是我们这一系列博览会当中熊盖大顶位弄状五几八几八十一一百一十个摊位，那么这些摊位当中有很多是吃的穿的用的都有，那么我希望借由这个博览会，让我们嘉义的这个年轻朋友或者是嘉义想要创业的人民众可以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来做一个这个开创一方事业。这次举办博览会不只会使为分家南地区带来创业机会，也会使增加嘉义市的就业机会，并且保留人才，以此带动地方经济，并落实青创会辅导和协助青少年创业的目标，来达到博览会的成效。新闻由民嘉义市采访报道。